这边就到凌云路这一块，就是正面路凌云路，这也是东关市场。东关市场我们以前没拍过，这个是以前东关市场的这一块熊耳河桥，这不是熊耳河桥，就是这个桥没有修的时候就用这个铁桥。这个铁桥已经废弃了。农贸市场，这个咱们能够看到，这个是市政工程公司承建的，在1987年修建的这个桥。这边就是凌云路东关市场。